的也要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了。今天穿的衣服也非常的优雅，好难得看到学员开始穿这样的服装了，待会也要请他好好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。走进来，整个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，今天好优雅。是，跟风台湾、笑台湾的哦，不太一样。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个女生都会喜欢有这样子的走向。因为我们平常看到你呢，都是这一个非常比较大啦啦，然后很阳光啊，然后大笑啊。今天有别于这个平常的时候比较优雅一点，所以今天身上所穿的服装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。我今天穿的是 Dina Barrow， 然后他是一个美国的设计师，然后其实我今天穿的是那个 Label 的那个店里去穿的，我今天当他们的店长。然后Label， 我觉得 Label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，因为只是我们通常会看报纸啊，或者我们会看杂志，然后我们都很喜欢跟明星，我就会喜欢看啊，明星穿什么，美国的好莱坞大名人都在穿什么，然后 Label 就是把他们的衣服就带来台湾，就像我今天穿的这件是 Kate Hudson 一个好莱坞的 A-lister， 他有穿，然后所以就是类似真的。Kate Hudson 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好莱坞的明星会穿的衣服，他们就会把这个设计，然后这几个品牌就带来台湾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所以如果大家也是追星族的话，想要看到呢，或是穿到你跟自己偶像很同样 style 的衣服，就可以去，对不对？那除了这样呢，比较这个休闲的话，在今天的柜上还有什么样比较特殊、其他不同 style 的风格的服装吗？有啊，其实因为我们都会喜欢偶尔去一个 party 啊，或者是穿比较漂亮，然后去约会啊，小洋装，或者是其实可以更红地毯的样子。比如说今天真的还蛮适合走红地毯的，你看后面还有一个小长裙，对不对？好优雅哦，很像新娘子了耶！我觉得这个敬酒送客的时候也可以穿，可以穿。所以其实很多都是高定制服的洋装，然后他就会把这个设计，然后穿在变成是他其他的衣服都有。所以我觉得是还蛮适合女生去看看，或者是男生也可以去看，然后去送给女朋友。哦，对，而且我知道它其实也有很多的饰品也很棒，对不对？非常棒。我现在戴的也是都是 Label 他们家的。哎，我有看到了，哇塞 ，OK。所以我们今天呢 ，Label 在几楼呢？在四楼。好，四楼非常方便，你是上电梯，然后一开门就是在你的正前方。对，我会在那边等你们。OK， 千万不要错过了。那其实呢，今天 Jenna 除了在我们的这一个四楼的 Label 呢，其实她也会到我们的周大福，那并且在7:45的时候也会来到我们的一楼这个中庭的地方哦，来接受大家近距离的这个互动，以及我们的媒体联访的部分，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。那现在呢 ，Jenna， 我先帮你拿麦克风，因为我发现大家好想拍你一下，我应该先给大家拍一下的哈，不好意思各位摄影师，来，我们先让呢这个大家捕捉一下 Jenna 的这个美丽的风采。好，我们一起看我们的正前方。其实呢 Jenna 今天身上所穿的服装非常特别哦，它是以单肩这样的一个设计，非常的优雅。但是你会发现它的饰品全部都来自于我们四楼的这个 Label， 那配合今天的大力士也还有很多的特惠哦，在这个柜上。那相信呢，今天我们的 Jenna 也会担任呢非常称职的店长，为大家好好的服务哦。倒数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谢谢，掌声，谢谢 Jenna 带来这么棒的介绍，谢谢，来这边请。